我就是修理文物特别棒的磊修修。修理探案两不误，想象力清奇不一般。这里面藏着一个人，这有俩蒲团，是不是得跪下以后就会有机关？这四个人都时空旅行过，因为他既然可以回到过去，所以过去也有高速作用因子。蓬莱仙境会不会就是现在？这个脑洞很精彩。星期六晚10点，畅听《我是大侦探》，请开始你的推理。